了啊，我遇见几个朋友啊，就不回家闹全家福了啊。喂喂，时针它不停在转动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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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雨它拍打着水花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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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还在牵挂它？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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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几滴眼泪已落下。这件好看，相信我眼光啊！呀，换好了。姐看看，哎，姐，你看今天照全家福，我穿这衣服行不行啊？我就说这件好看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好看，好看。哎呀，姐，你这白头发咋不整一整啊？这岁数了，姐吧。哎呦，哎，甭忙活，干啥？怎么跟吓着了似的呢？这姐夫太客气，以后你来这儿那就跟自己家不一样的嘛，啊？哎呀，姐夫。我咋每回见你这脸上都有点伤呢呀，这又咋整的呀？哎呀，姐，哎，你是不是欺负我姐夫了？你这话说的那是我弄的吗？啊，你问他自己咋整的。哎呀，这个真不怨你姐啊，这是我自己呀，在门框撞的。哦，这是你姐揍的。哎呀，但是哎呀，打是亲，骂是爱嘛。哎呀，你儿子衣服换了吗？哟，忘了。儿子，胖啊，大宝呢？哎呀，快看看，你看看我这衣服行吗？什么玩意儿了啊？这是啊，弄得跟个扑棱格子，扑扑棱棱的。你要甩纸去啊你啊？什么玩意儿了这是？这人孩子穿那叫元帅服。啥元帅服？天蓬元帅呀？不怪你爸说你。赶紧给我换换去，换去！什么玩意儿？换！我可这孩子穿的时尚。妈！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好宝贝儿！这家宝咋这么大了啊？哎呦！直到今天照全家福穿这么漂亮呢。是啊，妈妈。啊，想太姥了，哎呀，换衣服呢，一会儿就来了啊。咱还玩那个游戏，奶奶追你们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就别跑，姐，你慢点跑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快来，快来，别拽了，拽了啊！哎，这一模样都别吵吵了。哎呀，妈，我奶奶说了，我这衣服就挺好看。是，哎呀，你奶呀，看你肚脐眼都双眼皮的。来来来，妈，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真好，来来来，太姥啊，给你们钱买糖吃，谢谢太姥，谢谢太姥，哎，好好啊，哎呀，姐，你看咱妈今天穿这衣服，是不是显得可精神了？是是，要我说，咱妈是越活越年轻。来，妈，上中间坐啊，太姥，太姥啊。慢点，哎，扶点太奶，小健呢？慢点，姥儿啊，这小健呢，公司业务忙，这又让领导叫去应酬去了，他一会儿就回来，咱们大家等会儿他，等会儿他，他在这应酬忙，咱理解啊。是啊，舅妈。哎呀，这人到中年啊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生活不容易啊。哎呀，哎。哎呀，这不小健回来了吗？哎呀，哥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这孩子，小胖，哎呀，哥，哎呀，你终于回来了！那咱俩呀，闹一起就闹他！哎呦，再给你哥霍霍死你！闪开，闪开！这怎么又喝这么老些？哎呀，我老呢？这儿呢？咋喝这多呢？老啊，本来今天没事儿。我临时有事儿，我这摄影师都找好来，哎，摄影师呢？没来呀？没来呢。哎呀，这一到年底呀，我这活就多呀。
祝愿各位老板啊，快乐每一天 ，Happy Every Day， 真好。哎呀，大家人都来齐了呀！来，我给大家安排一下顺序啊，老人坐中间，儿女坐两边，咱们孙子辈的往后站，好吧？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健哥可不少的，来来来，对喽，来，看看这个位置啊。紧一点，紧一点，再近一点，胳膊挨胳膊，好不好？来，哎，往前看，往前看啊，真好，来，往前看啊，好，来，准备，三，二，一，停。我说摄影师，你能不能别老晃啊？这晃来晃去，照片不都虚了吗？孩子还在照相啊？哎哎，我说，来来来来，看这儿啊，看这儿，咱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笑一下，嘿嘿，哈哈，呼呼，笑一下哈，真好真好，来啊，来预备啊，三，二，一，再次踏上了北上飞驰的火车，告别了老家门前的小河，这一次姥姥没有来送我，可背包里已经装满她的嘱托。姥姥她越来越老，可火车还那样匆匆而过。姥姥你走不动了，可燕子还是回来做客。小时候不懂事儿，年轻的时候不懂得珍惜，其实道理大家都懂，但是能做到的有几个，所以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。